这狗肉，小狗肉。炒狗肉，哇，好香啊！狗肉滚蛋滚神经都起码玩啊！狗强狗土，把你两条来冰心泡制。焯爽水之后，装落包，放啲水慢慢焖凉嘅。阿姨生来就上黑的，人家焖的差不多熟了，就放点荔枝，这就是所谓的夏季荔枝狗，广西玉林文化美食。狗肉卷好香啊！哇，好丰富！狗肉，荔枝狗肉，荔枝狗肉，又唔使冇背部嘅唔得啊，接刀翻嚟嘅啊，三十多。这个大概给个包安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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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个大概给个包安